膏有什么用呢？啊，首先我们在爱、喜悦、和平的震动当中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非常开心嘛，爱、喜悦、和平嘛。那这个能量交织出来，在这个宇宙中震动呢，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来平衡很多世界上混乱的、不平衡的能量。所以虽然看在这里只是喝茶而已，但是我们如果进入内在的和平，一样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啊。好，谢谢各位的合作，大家都很安静，就一个人最聒噪了哈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准备我们司茶人的进场。